我这不错呀，你看这地段多好呀！你这地段虽然好，但是我看你的生意可并不怎么样。哼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生意可好着呢。要不是我们家那口子要跟着兵工厂一起搬走，急着把店盘出去，我才舍不得呢。那老板娘，你这个店盘出去得多少钱？ 您要是真心想盘，我就把我们家那口子叫回来，你们谈。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，虽然我们急着要盘店，但是价格可不能少啊。老板娘，放心吧，价格一定公道。你们当家现在在哪？不远，就在前面兵工厂。要不我现在打个电话催催他。 兵工厂和四营发生冲突这件事儿，现在传得很厉害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其实也很简单，那兵工厂要搬迁了，要运输一些个武器，金贵的很呐，一点差池都不能出啊。军令部就特批给兵工厂一些个木头，专门为这些个武器来定做箱子。武器金贵，我们就得找一个手艺好的木匠，不是？可这命令早就下来了。 左等右等，木头没等到，却等到了南城四营说要什么修工事的木头，这我们张营长急了，这修工事不是非得要木头吧？这兵工厂搬迁呀，货在眉睫，这上头呢又叫咱掐着时间走，张营长一气之下就把这个木头从半道上给截了。哟，这事儿弄的，这四营不乐意了。
胡营长带人冲到了兵工程门口，到最后，还是这战区的宋司令亲自把这个事给摆平了。哎呦，我这人挺好奇的，那到底这木头给谁了？当然是留给兵工厂了。哦，那这么说，那些木匠都在兵工厂做箱子呢。 这兵工厂搬迁是军事要命，不得泄露啊，所以也不让他们回家。所以啊，这个事儿啊，传得满城风雨，咱们也不能声张不是。嗯，反正也忍不了几天。等兵工厂顺利搬走以后，木匠呢拿钱一回家，这事儿自然就结了。哦，原来这么回事。所以啊，我们江州跟别的地方比。 治安还是不错的，要不是我们老冯，他军事在身，要跟这个兵工厂一起转走，我们才舍不得把这铺子给盘出去呢。你看，还是我媳妇儿会说话。哦，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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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，吃菜。啊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 哎呀，好啊！多谢二位的款待。老弟，我这预定款已经给你了，剩下的钱呢，我会抓紧时间去银号去提去。不过你得容我个一两日。哎呦，没事儿，兄弟我呢也是个实在人，店铺呢我给你留着。好，告辞，慢走，慢走。 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计划手拿把掐。别说了，都说了吧。这回啊，我算是给他答疑解惑了。哎，我问你，那个小伙计在不在？啊？还有个小伙计？他们不是三个人吗？对啊，是三个人啊。就是那个最年轻那个在不在？哦，你说那个呆头呆脑、傻不拉几、土不拉几那个？你才土不拉几呢。三姨太。 辛苦你了，大周，你派人把三姨太送过去。哎，钟团长，我们家老冯的事就全仰赵宁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蒋延龙说话算数。那我先走了。哇！哎呀，团长，这回啊，这戏演的差点假戏真做。哎。 你这进去出不来啊！哎呦，团长，您是不知道这三姨太的戏呀，不愧是戏子出身，戏好啊，也活得出去。哎，团长，我们俩可是把这夫妻演的比真夫妻还夫妻呀。什么意思？你没演过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告诉你，你们可是老夫老妻啊，你别给我演成偷情的。哎呀，不过我放心吧。 哎，你们有没有勾肩搭背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捏一下他脸蛋儿。<笑>完了，演过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演过了知道吗？我的真没有啊！走吧，团长，我真的滚。 今天你们感觉到什么没有？我觉得今天收获挺大的。咱们队长英明，利用盘店进行深入沟通。虽然咱们花了点钱，但是一直迷惑咱们的问题总算有了一个合理的答案。你觉着呢？我啊，嗯。
没事，说。我觉得他俩不像夫妻，表面上看他俩应该算是老夫老妻了，可在饭桌上某个瞬间，我又发现他俩像新夫妻那样调情。我觉得他俩不是装的，就是假的。为什么会这么认为？咱们假设他俩就是装的，可有一点我弄不明白，他俩装总得有目的吧，总得图点啥吧？你们说，他们图咱啥呀？图什么？也许是想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直想知道的消息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知道咱们身边了？应该不会。咱们这一路走来挺隐秘的，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就算他们怀疑咱们，那也不知道咱们来干什么呀。况且，连我都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是什么，别说他们了。除非，他们俩当中有谁有外遇。你是说，他们两个为了掩饰自己有外遇而演戏，才故作亲热的？那你说是男的有外遇还是女的？我觉得像那个女的，不过那个男的也挺像的。小生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？说出来挺丢人的。大姐嫁到东北以后，经常托人给我捎信儿，说大姐夫对她不好，不但在外面有人，还经常打她。可是有一回，她带大姐夫回来过年，守着我爹我娘，就是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，就是这么做戏的。早点休息吧。这是718团的王团长，这是43团的张团长。他们两个团就驻扎在兵工厂的附近，无需调遣。因此，兵工厂这一仗就由他们两个团来打。这次围歼33部队，我们用的是2个团，还有兵工厂的警卫营。对付33部队，100多号，你们有把握吗？总座，咱们是不是杀鸡用牛刀了？不，这是日军最尖锐的部队，非常狡猾。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。现在我命令，此一仗蒋团长为总指挥。居中调遣部队，你们两个团要服从蒋团长的指挥。是。蒋团长。是。还有一件事，兵工厂东南西3个方面都有我们的部队驻扎，唯独西北是个空档。如果现在派兵过去，怕日军的飞机发现，但等打起来再派兵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这支部队既敏感又狡猾。西北方向好像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。是的，能不能让他们来协防啊？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。司令，另外我还有一件事情。讲。二位团长，如果我是内藤，如果即将对江州兵工厂发起突袭，我首先要做的是怎么潜入进来？你不是已经散布出去，让他相信兵工厂已经人心涣散了吗？对，即使是人心涣散，兵工厂该有的兵力、该有的工事一样都不能少，否则他们会起疑心。所以，司令，我想给他们创造一个契机，一个可以突袭的契机。说来听听看。どんな大きな疑問も、意外にも小さな出来事によって解決される。戦場ではどんなことでも起こりうるんだ。兵器工場の中東軍が皆急いで移動しています。これはマルタにより戦いが発生したため、これは奴らが既に投資を失っています。私は今この時こそ工場を奇襲する絶好の好機です。うん、
君はどう思う？私も今が好機だと思います。よし、命令を伝える。公衆兵器工場の奇襲秘密作戦行動をすぐに実行しろ。はい。わざわ。哎呦，可以呀，不错不错。行，老何，没让我白顶着压力把全城最好的木匠给你找来啊。意思全对。全对全对。哎，我说老何，估计马上就要开打了，还得抓紧点。明白。辛苦了。来，加把劲儿。都加把劲儿了啊。做活仔细点啊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来这儿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有重要事情。讲。刚才电一兵监听到了一个江州城内守军的电话，说是近期兵工厂有一批工兵部队要进入，要卖设炸药。一旦工兵撤离，整个兵工厂都会被炸掉。很好，我们正好化妆成工兵部队，混进兵工厂去，通知全体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记住，不要来这儿了。那些木匠现在不能送回家去，也不能待在兵工厂，因为太危险了。咱们郊区不有个中等的仓库吗？你先给他们安排到那儿去，两天以后就可以回去了。另外，给他们发双份工资。知道了。咱们的人布置怎么样了？除了西北方向归八路军把守外，其他方位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张排长呢，负责武器库的伏击，而我负责武器库外的伏击。我看这个北方这个地方比较的薄弱，得加强防守。放心吧，只要八路军把住好西北方向，其余方位我们的兵力足够对付，到时候我们就来到关门打狗。没错，那小日本再厉害，顶多也就是百十来口的人，我们可是两个团的正规编制，每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小日本。虽然咱们人多，但比较的分散。二位，困兽你们知道吗？一旦把这只怪兽给困住了，他们就会有十倍或百倍的力量爆发出来，会找咱们最薄弱点撕开一条口子逃走。嗯，张团长，我看你是多虑了。就算这小日本撕口子，他也需要时间呢。到时候我们两翼部队早就爆抄过来了。张团长，王团长，我必须得再强调一下，这支部队不是一般的日本常规部队，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部队。这支三十三化妆部队不仅擅长化妆，他们最主要的是单兵作战能力和百变的战术。所以二位千万不能轻敌啊。我们死围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必须得诱敌深入。如果我是内藤的话，一旦被围了，我会选择一个薄弱点，在这儿。所以这个地方必须加强一个小队的防御。王团长，这事儿交给你了。是。报告。
鲁军的陈营长和谢干事来了。好，军队。张团长，谢干事，营长。我本来啊想开完会以后去接二位的，这没想到你们自己来了，这有失远迎啊。这不，本来我是在守阵地的，这谢干事说了，你们有些误会，我有必要过来一趟。误会？这一起打日本人有什么误会啊？啊！快快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八路军的谢干事，陈连长。王兄，你好。张金凯，你好。谢干事，我们的部署已经完毕了，不知道贵军怎么打算？我们首长特意做了指示，全力以赴配合这次行动。太好了，华昌部队欠下太多的血债，这一回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没错。二位，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守西北角。开战之前按兵不动，一旦打起来你们给我堵截逃跑的敌人。明白，请放心，我们离阵地只有三里路，20分钟能赶到，而且我们已经连夜把阵地的战壕挖好了，非常隐蔽，白天根本看不到。太好了。桑团长，我们有人力也有决心，但是您也知道武器的匮乏一直是我们的难题，这一次蒋团长能不能支援一些弹药？二位团长支持一下呗。不是我们不愿意支持，你看马上打胜仗了，弹药方面我们很紧缺呀。蒋团长，你要是不信呢，你可以到我们的部队去看一下，我们这一个连呢就有10几种步枪。哎呀，这也都是东拼西凑过来的。这样，我来解决。谢干事，我保证在战争打响之前会把弹药送到你们部队。另外，一旦开战以后，我会在办公室里指挥战斗，与各方面的人员进行联系，我再派人给你拽过一条电话线去，方便我们沟通。好，蒋团长，请放心。即使没有弹药，我们也会全力以赴。谢谢你那些蛋糕，我走了。炸药准备的怎么样？准备好了，
总共600公斤，足够炸毁兵工厂的所有武器和车间，全部采用黑索式可塑性炸药。我在里边增加了硝化棉，能够在0.1个立方米上产生300牛顿的粘附力，可以随意粘附在任何建筑物上。孵化机调试好了没有？4个小队，每队一部，调试完毕。很好。出发。贾龙，没意思啊。兵工厂警戒的工作是我来负责，为什么把我的卫兵给我换下来？冷静啊，是我让人换的。你让换的？为什么呀？这马上就要开战了嘛，你的兵从咱有这个计划开始，他们就全知道，这不是保密工作吗？所以说先让他们休息几天，等打完仗我还给你啊。还给我？那我问你，距离兵工厂500米外的那个哨卡子的人，你换了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不换？他们一直在岗哨上换岗，对兵工厂内部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，对围剿更不清楚了。我换他们干嘛？临时换了反而引起别人注意。怎么了？那个哨卡可是化妆部队突袭兵工厂的必经之路，仗一旦打起来，哨卡里边的人必死无疑。那兵工厂内部的人就一个都不死吗？杨龙啊，这事情嘛，我跟你说白了吧。那个哨卡的执勤班的班长是我的侄儿，我得把他换回来。老何，拿谁换？这你不用管了，我找好人就行啊。不行，老何，你回来！你现在把这个班长给我换了，那哨兵会不会议论纷纷？万一嚷嚷出去，那不全露馅了？露馅我也不能让我侄子就这么白白去送死啊！你的侄子命是命，那人家的儿子的命就不是命了。我告诉你，贾爱龙，你别给我来这一套。你今天不找人把我侄子换下来，你信不信我带我自己的兵去抢？我何木良不是吃素的。大周春贵，别大周春贵了，什么意思？怎么着？想抓我呀？想把我关起来？我告诉你，贾爱龙，我不吃这一套，换还是不换？和咱兄俩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回给我让着。这么多年一直帮我，我知道。但今天你这个忙，我真的帮不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拿谁去换。是你的侄子，那别人的侄子。别人的儿子呢？别人的父母呢？别人的妻子呢？别人的孩子呢？不全被这个化妆部队给灭了吗？咱们现在干的什么事儿？是消灭33化妆部队，他们的存在是整个战区的危险。我们救的不是一条命啊，是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命啊，老何。算兄弟，我求求你，咱们以大局为重，好不好？这些东西，做兄弟的，我理解。这样吧，我去换。我何木良无儿无女，我们老何家就这么一个代班。
张探长吗？是，敌人已经接近我们的防区。哦，让他们顺利通过。明白。第五组，还有舞蹈小队，留在兵工厂门口。阻截前来增援的敌军部队。这下人，跟过来。嗨。哎，干嘛的？撞击了！副部，撤！是。滚蛋！都给我撤！给我把炸药包全部扔出去！冲！敌军已经逃出弹药库，需要追吗？不用追，在我一个人中，原地待命。是，接八路阵地。喂，调教谢干事。啊，是我。敌人已经往北边进攻了，如果受到阻击，很可能往西北方进攻。你做好战斗准备。好，明白。请放心，我们一定死守阵地。团长已经和敌人交上手了，你现在缩小包围圈，缩小包围圈，对，对敌人进一步压制。明白。王团长，我已经让张团长缩小包围圈了，你一定要顶住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团长，日军已经被包围了。好，非常好。我来兵。好，呼叫。舞蹈小队，队长，我们在兵工厂的左侧的道路上遭到伏击，来，给我炮轰，然后打开一个缺口，明白没有？来，兵工厂左侧道路，南45度方向，仰角75度，预备，发射！小团长，快了！小团长，我是王小敖，你的火力太猛了，我快顶不住了。王团长，你必须给我顶住！现在日军很可能突围，你一定要断了他们的后路。明白，明白。好不，好。你带领你的小队做垫后，如果我们撤离之后，在20公里外的望水湾汇合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日和队长强攻突围，发射！小心，到！主任，到！
走。是。走。团长，你的炮火太猛烈了，我们要不要撤？撤什么撤？往哪撤？盯住！是。师傅。原来他们是早就溜到王博会从兵工厂门口撤离，趁他们进站，找别的突破口撤离。改变突破口。队长，八路军的阵地后方是丘陵，他们的装备也差，应该是最好的突围区。国军所有的锐兵应该是全部被调到兵工厂的左侧的道路上。八路军虽然里边的武器差，但是人多。国军后门的防御应该是最弱的，这边走，走。林奇，不要派人过去看看。不行，这说不定是日本人的圈套，故意把我们支走，然后从我们这儿逃跑。绝对不能轻举妄动，继续打电话，快！队长，小鬼子已经跑过去了。团长，这不是自己人啊！兄弟们，把帽子全给我摘了！给我追！还是没人接。没人接就继续打，打到有人接为止。是。江阳老木搞什么？并且希望得到贵部的回复。东夷有没有说具体位置？有的。